不被溶解嘛，如果埋在地上一百年它也不会溶解，就像好像我们身体里面那些胆固醇嘛，它如果不化成水分这样子解溶解掉，根本没有办法排出我们的体温它体外已经在分解了。对，这只是艾多美的鱼油功效非常之好，一般的还在那边无动于衷没工作。这个就是鱼油都叫鱼油，但是结果不是我们要的。所以如何选择好的产品好的品质，就看我们如何做选择了。所以公司的背景非常重要，而且我们的价格是所有产品里面最低的，效果是最快的，而且是最纯的。